SPA 室里面轻柔的音乐搭配上与日本同步的按摩技法，让人身体放松，精神也放松。难怪即使收费昂贵，仍然有很多的民众趋之若鹜，预约已经排得满满满。我们现在的预约其实已经还相当不错的，我们预约率大概已经有80%都是满的，所以我们会比较建议说，如果你们想预约的话，可能要提早7天以上来预约会比较好。顶级 SPA 吸引的是金字塔顶端的消费族群，其实之前就已经进驻过新竹的百货公司，这次告别老东家，转换阵地，以饭店取代百货，无非就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族群，借由饭店的住房率拓展不同的消费领域。其实SPA 的消费呢，它最主要就他所讲的就是你是有一个生活品味，还有一个自我实现的要求，所以呢SPA 的消费它一定要有一定的消费潜力。大家都知道说新竹市是全台湾第二消费力高的，那我们除了在台北之外，我们再来的据点就是一定就是新竹市这个地方。高档的消费不是一般民众都负担得起，虽然说景气明显不如以往，但金字塔顶端的消费者还是大有人在，尤其是在科学园区的加持下，还是有很多知名企业看好新竹。凯波新竹，陈洛怡、洪蔡文启采访报道。